姥姥，这么高的树你快下来。你小子不是咳嗽吗？姥姥给你做了秋梨膏。姥姥你对我真好，我要给你买糖吃。臭小子，你要是听姥姥话，姥姥心里比吃啥都甜。哟，这个摔破了。小外甥回家。姥姥，这秋梨膏是什么味道呀？你猜是什么味道啊？这是不是咸的呀？姥姥做好了，你尝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倒进纱布过滤一下。姥姥，这干的不要了呀？谁说不要了？加点面粉还能做饼吃嘞。姥姥，那么多梨就熬出这么一点啊？那当然了，留下来的才是精华呀。小外甥，拿个勺子，姥姥给你尝一下。嗯，姥姥，这是甜的耶。